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是晴空。那么今天的话，给你们带来就是那新版本内容了。最近春火线这边呢，也是新出了一个新的模式啊，这个地图叫做天空神庙。那么玩法的话，就是一个占领地方，就是啊，你在这个地方要占领的时长啊，就比时长更多啊，并不是说啊你打的更多啊，那就你这边的团队就赢啊，这边就是一个占领啊，就是。哪一边到达150秒的话就哪一边赢，所以说这个玩法的话还是前所未有的。那么晴空之前呢，不是在千潜服也是给他去做过这个内容嘛，然后呢现在的话也是来到体验服了。那么在正式服的话，可能是在3月7或是3月8就登录到正式服这一边。首先呢，这里还是要先说一下的，因为现在的话体验服真的是太多外挂选手了，所以说啊，晴空打素材也是相当不易的。好，首先还是老规矩嘛，先介绍一下它的一个玩法。首先呢，它呢是可以捡箱子，里面箱子是拥有了一个治疗包啊，就是治疗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斩神刀的一个觉醒的武器。那么斩神刀觉醒，就是你用到斩神刀觉醒的武器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血量的话就可以到达500滴血。然后呢还有一个震爆雷，就好像这一个的一样啊，有一个震爆雷就是可以啊扔出去把人震住。然后还有一个 USB 手枪啊 ,USP 手枪。然后最重点就是我们的小红啊，他这个图最大的亮点给我看出来就是啊，小红也能在刀战里面玩锁，也能细锁，你他喵的，这明明是一个生化的人物，为什么跑去刀战这一边呢？咱也不敢问，而且血量还有2000血，所以说这个小红真的是不敢惹啊，宋贝啊。那么现在的话还是要说一下正题啊，晴空这里呢是在虎牙直播啊，所以各位朋友们呢也是可以过来虎牙这边偶尔看一下晴空啊，或者是来看看啊晴空溜僵尸也好，刀僵尸也好，对不对？想看的话就可以过来虎牙这边啊，来关注晴空。那么房间号是18297896，记住了，是18297896啊，希望各位朋友们能给晴空捧个场吧。啊，别忘了视频这边呢也是给晴空啊数字三连啊，点赞的头点赞的点赞，评论的评论，然后啊你觉得这部视频啊做的不错，也可以分享给小伙伴们一起看，然后呢啊更想的话就给 B 站的朋友们就多多给晴空投一下币啊，让晴空顶上去啊，让晴空啊上个小热门也好，对不对啊？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弹幕里面说啊，下次一定，呸，我下次我也不一定。臭不要脸的家伙，就想白嫖我的硬币，我就给你晴空，你那我如何？那么啦啊，你皮你任性，但是呢，哎，给个面子啦，行不行啊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的话，今天也是先介绍到这里了，希望各位朋友们啊能啊你懂的啦。最后还是点个关注吧。好，我是你们所熟悉晴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哟，拜拜，哇。Interrupt.